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“小白粥”的粥，你等一下哦，还有点稀。可是我现在就想吃，我太饿了。等会儿我先给你晾晾啊。 啊，来，吃吧。啊，自己吃，来。怎么了？外面是不是很冷？你手这么冰。不冷，来，先吃饭吧。 怎么了？你尝尝。没问题啊，还是说你吃不习惯这种？嗯。你这腿受伤又不是手受伤，不要想骗我喂你啊。 没受伤是吧？沈清源，你要搞这种自杀式袭击，我就真生气了啊！张嘴。 吃，这种夸奖可收买不了我。你看，你这个喂饭喂的就特别有水平，手都不带抖的，说明你平衡性很好。练了这么久的夸奖都没有进步，反而总是跑偏。陈海倒是被你夸得服服帖帖，你呀，只能面对吃。 你也快吃吧，不然一会儿就凉了。啊，对了，你先把这个签了。这是什么？你不用管，你签就行了。签。 沈清源平等恋爱协议，甲方沈清源、乙方唐鑫在住院期间友好协商，自愿签署本协议，约定双方义务与责任平等，开启住院陪床恋爱模式。现约定，乙方唐鑫义务如下：一、沈清源住院期间如特殊原因离开，需全程陪伴；二。 陪伴期间对沈清源的合理要求，绝对服从，合理与否，沈清源评判。三，不开心时要告诉沈清源原因。那你的义务呢？往后看。不就这些吗？还有什么呀？再仔细看看。 沈清源保证帮助唐鑫解决住院期间一切日常与直播工作问题，沈清源义务，包括陈海。